看记者林慧怎么报道。这名调查人员还说，涉案女生告诉他，除了他之外，还有另外两个男生送过礼物给被告。两个女生同被告有亲密关系，当中包括了前国大法律系的学生。自行抗辩的被告早上在盘问涉案女生时，也出其不意，出示自己支票部的两页记录表，要证明自己一次已支票，一次已信款，试图偿还涉案女生礼物的钱。不过呢，涉案女生否认被告的说法。本地眼科研究人员呢，找到了间接导致一些常见的眼部疾病的六种基因。这个全球首创性的研究结果有助于提前诊断出眼疾，并有望日后更好的对症下药。本地眼科研究院和基因组研究院同全球各地